哥亲的姐弟，我想知道这孩子是谁的。你们俩都是两个混球，真是两个混球。没办法，我妈不让我跟你在一块儿，我能怎么办？你妈，你妈，你干嘛过去啊？一个人把我丢在医院里。我就没想过要那么早要这个病。他就不是个人，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青春音乐手机爱情保卫战，本期亲情奉献。欢迎走进由金立音乐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情感综艺节目《爱情保卫战》。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金立音乐手机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海伦凯乐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欢迎来自真心瓜子和踏浪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此刻我们的屏幕下方已经打出了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其中有一项是手机短信互动。如果您通过手机短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就有机会赢得由金立音乐手机提供的荷塘系列音乐手机一部。介绍一下大家很熟悉的三位专家老师，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黄欢黄老师，欢迎黄老师。婉冯万老师，欢迎万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对情侣，看看在他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到底碰到了怎样的坎坷，请看吧。喂，哎，你在哪儿呢？哎，我看见你了，这边这边。你好，你好。这个是，这位是毕鑫的老婆。他现在怎么就突然间不回来了？多长时间？一个月多了。一个多月。对。你俩之前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没有，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的。你们那个领证了吗？现在？还没有呢。那没有，你现在都这么大月份了，怎么处理的这个？我现在就是想找到他，问他，我妈妈也在催嘛，催我们什么能够快点结婚去领证。知道那个他男朋友在哪？我知道他。待会儿咱去哪儿等他呢？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但是到了之后你别激动，走。在这儿啊？在十一楼。你不是在北京吗？你怎么在这里？才回来的吗？那你怎么不回家呀？啊？那你怎么不回家呀？啊，这个，就是因为是一个节目，我找你录一期节目。你录什么录？你该录录他们的事，你坐，坐着。我头一录这期节目，我找不到你，我妈非常着急，你知道不知道？你说我爱你，你干嘛不说我呀？你什么意思呀？啊，别录了。干嘛不回家？我同意让录的。走嘛，回家。先别录了啊！别录了。女孩子已经有了身孕，男孩子却突然的消失了。这样的情侣，他们的爱情道路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来，掌声请出他们。男主人公许昕，31岁，来自云南，自由职业，学历大专，收入不定。女主人公赵丹，21岁，来自河南，待业大专，收入不定。来，有请，有请两位。小赵，这几个月了？6个多月。6个月了，咱们坐着聊好不好？别动胎气哈，伤着孩子。来，拿一把凳子来给他，坐吧。谢谢。请坐哈。编导去拍的时候，你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是吧？是的。你今天来想干嘛呢？小毕怎么一个多月回去以后也不回家呢？以前在一起的时候都一直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啊，不想那么早要，也不想那么早结婚。我看这个资料上面两位相差10岁是吧？小赵是怎么认识他的？啊，当时我一个好朋友嘛，当
当时他说介绍一个男朋友给我，他说这个人还挺不错的，然后就把他的 QQ 号给我了，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聊聊五个多月，然后他就去我家那里找我了。你家是河南？河南的。他就等于他到河南去找你。是的。啊，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他在我们家那里待了有几天吧，他走了以后嘛，我就很想他，我当时还在上大专，然后就学也不上了，去云南找他。书也不读了就去了？是的。那会儿在网上聊的喜欢他什么呀，就能够下那么大的决心说我要私奔跟他走，而且书也不读了，能告诉我吗？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去找他，他对我一直也不是太好。嗯。有一次他在柳州演出，然后我跟他一起去了，我得了一种重病就住院了。嗯。他就一个人把我丢在医院里，然后我每天都打电话给他，他电话也关机，我也联系不上他。当时我也没有钱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在骂我干嘛的，然后后来打了钱给我，他一直都没有出现。啊，后来呢？后来又在一起了。对。出院之后又在一起了。是的。这个关系就是一直不稳定是吧？是的。小毕对这事儿怎么看啊？在这之前我们就在已经在闹分手了。嗯。啊，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他住院的时候我身上也没多少钱。嗯。再加上那个我在盖房子，在装修房子嘛。嗯。也需要一大笔钱嘛。嗯。那个时候就身上只有差不多2000来块钱。嗯。然后全部交了住院费就没有了。啊、那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就没想过要那么早要结婚要孩子嘛，因为现在嘛就压力也比较大。你是觉得有孩子之后就能把这个男人拴住是吗，姑娘？是的。你知道你们俩的感情很不稳定吗？感受得到，当我知道我怀孕之后嘛，我很高兴，我想着就是我们能够结婚，然后他以后也会对我好，我们也有孩子了。嗯哼，你怀了孕就告诉他了吗？告诉了。他是什么态度？他就劝我把孩子做掉。嗯，你就不肯做是吧？是的。那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争吵啊？为这个事儿？有。小毕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就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嘛，不想那么早结婚。小赵就是，反正我现在肚子里有你的孩子，必须得结婚了是吧？是的。这孩子你一定要生下来是吗？对，我现在都已经有小孩子了，我更不会放开他，所以我想让他以后对我好。对我孩子好，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他就不是个人。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把他搞臭，以后没有不会再有人跟他了。后悔吗？现在一个欲哭无泪，不知道生活应该怎么办的一个女孩子。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专家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来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我只想跟女嘉宾说，爱得那么没有自我，那么没有自尊，你一个人毁自己也就算了，我相信如果现在你肚子里的孩子会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说妈妈，你早就应该放弃。挺任性的一个女孩，来黄老师。没想过承担责任，从头到尾都没想过。但没办法，在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哪个女人要是爱上一个男人不喜欢跟他朝朝暮暮在一起，何况他年纪那么小，别的女人不粘人那是因为长大成熟克制，而他要是懂克制，他会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坐在这哭？那不是你的孩子吗？你干嘛招惹一个纯情的、充满憧憬的、对人生有希望、对爱有想法的女孩呢？你不知道他爱你吗？也许你确实是希望有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没有责任，什么都不受拘束的话，那还是人吗？小毕，这个爱过他吗？也爱过，也爱过啊。其实因为太粘人了。我就说这个姑娘，我也恨你，不管不顾放在大学不念，家里也不说一声，就跑去千里迢迢找情郎哥去了。
你糊涂不糊涂？所以我就说，姑娘，你要信这个教，你赶紧要悬崖勒马了。我就跟你退一步说吧，就算他跟你结了婚，你就幸福了吗？你认为他就永远爱你了吗？你现在六个月了，不是一般的堕胎了，你引产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那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我以为我走了那段时间，我想他会把孩子走掉，但你现在想怎么办？现在说说现在小 B 啊。反正就暂时就不想要孩子，这样就是说还是不想负责任。到时候来干什么吗？来了就把他说清楚嘛。反正我你想说什么？你就是想说我不想跟你结婚，同时孩子也不要生，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替你说了，这什么都不要。赵丹啊，你生吗？这孩子你想生吗？一定要生的。一定要生。我们当然劝你不生，但是你一定要生，就一定要告让他给予你一定的经济补偿。必须有几个方案考虑一下啊，就是咱们一定要面对问题，躲是躲不开的。你无外乎于第一是说，我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有两种承担，一种承担是我负责到底，把他娶回家，把孩子生下来，我尽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责任。第二种我觉得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女孩子现在想生这个孩子，但是你觉得可能你们感情还不够，就是达不到结婚那个程度，那好，就面对现实，以负责的角度来说，因为六个月女孩太受罪了，太伤人了，把孩子生下来你承担做父亲的一个义务，这个明白吗？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都享受同样的权利，就他该上学你该尽怎么尽父亲的义务，怎么尽义务，给他抚养费，给他生活费，去从经济上帮助这个孩子茁壮的成长，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第三种就是在不负责任的负责任，就是说要做通他的工作，这孩子确实不要了，你要陪着他一起帮他把这个最困难的时期，手术期啊，手术之后的恢复期啊，这些经济上的问题和时间上都抽出来，都要帮他，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躲是躲不过去的，老师们说的就这个意思，想一想好吗？来，踏浪旁观者清。这位是，我是赵楠的妈妈。您好年轻哦，您今年有四十吗？有呀，四十岁。只有四十哈？嗯。那你要他要得很早哈、哦？啊，要他挺早的。那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当的呀？他认识彼此的时候，我听说了，我也可生气。最后孩子出去了，我一直也跟他联系不上。后来听说一直搁到他云南吧。嗯，您知道她怀孕的时候她几个月的身孕？两三个月了吧。那您这当妈的还不赶紧去云南找他呀？还不哎呀，我找了呀，我找了，后来一直都找不着，给我孩子给我打回来电话了，说妈，我没有一分钱，贴到那医院里，我给他打去1000块钱。咦，我气的都不行，一想气得很，我也吃不下去饭，结果我住院住那8天院。您还住院了？啊，我住院要受那8天水啊。那您也住院？您现在什么意见呢？孩子都这样了。我也可生气吧，反正是，我让他跟我回去，他也不回去，你就这。那他要回去的话，这孩子怎么办呀？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你想过吗？我想过呀，我想过，他就是不回去。你说他也，我估计就是他那您现在这个当妈的，就说您的想法是什么吧？气得很，我也没啥，真是我也说不上来了，我真是我气的。你这个糊涂嘛，弄个糊涂闺女嘛。啊，是，反正我也。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你还乐呢？我也气的，他一直也不回去。你说你气的，你说你咋做是不是？最后行了，上网哈，我搁网上见他，跟他视频一次，我哭一次，就那样要哭多少次？可以再跟赵当说两句？可以啊。千万千万不要想用一个孩子去拴住一个心不在你这里的男人，因为你到现在为止，你都连工作能力都没有。如果孩子生下来，不要相信他会承诺抚养这个孩子。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逃避，那么未来在养孩子的过程中，他再一次逃跑，你怎么办？抱着孩子去追他吗？所以你要想清楚，不要固执发牛，因为你要是发牛的话，那是两条命，你自己和那个孩子。你这是在生理上有能力做母亲了，在心理上，在经济能力上，你基本都没有能力去做母亲。而你的母亲，我刚刚听她发言，她也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母亲和有能力承担你的母亲。难道你带着孩子回娘家吗？
你去思考一下。黄老师的意思是说，这孩子从各个因素来看都不太适合来到这个。你没有能力将来去带这个孩子。好，小 B， 我特想知道，就是大家在说这些的特别痛心的，在关注他，在说你们这段感情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啊？现在也不知道要什么说的什么。你想过什么时候来承担责任吗？就是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你说了我不想现在做父亲，但是这孩子真的就来了，你抚养义务你是逃不掉的。仔细想想应该怎么面对。小赵，别再任性了哈，大家都说你很任性。爱一个人不是靠拿什么东西就能够拴住他，尤其是用孩子拴，真的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是。你这个情绪孩子在肚子里肯定也都感受得到啊，这怎么办呢？想一想你们应该怎么做，尤其是小 B。 来，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我感觉他还是爱我的，没有孩子的时候我都没有放开他，现在有了孩子我更不可能放开他。那你是爱他呢还是跟自己较劲呢？小 B， 其实我也爱他的，我们很多事情还是回去慢慢的那个再商量吧。你愿意跟他商量吧？商量吧，慢慢的商量吧，但是只是没有那么想那么早的要孩子。你还没有做好承担一切的准备。我没准备好啊。 OK， 好，这是他们的表白，两位来请回转门吧，回去吧好吗？来，请关门。整个节目的进展是在压抑的气氛当中，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无辜的生命，一个六个月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你们对于这个怎么看？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订婚还是分手？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我们表一下态。来，请表决。现场84.09%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分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在不面对感情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理性的态度。我们知道靠什么去拴住一段感情一定是不对的，可是面临具体问题的是他们怎么去选择呢？我们数五个数，来，5、4、3、2、1，请开门。小斌，你知道走出这个门意味着什么吗？可能有一点想了一下，还是和他一起慢慢去回去商量一下，慢慢去接受这个孩子，让就是慢慢去接受他，试着慢慢。跪下跟他说，这些话你要跪下跟他说。老婆。我会改掉好以前有的毛病，让我试试去做一个好老公，做一个好爸爸。来，小朋友到前面来好不好？来，拿着钻戒求婚吧。来了，我们要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真的。不是一时冲动，真的想好了。Thank you.
结婚礼物也送给你，金立手机，金立音乐手机提供的荷塘音乐手机，祝你们幸福，祝孩子健康，祝福。仔细仔细想了一下，反正我这么大的年龄就应该自己做下的事情就应该承担这一切。我回去呢会好好的对待我的老婆还有未出世的孩子，会做个好老公的。当他们俩决定订婚牵手之后，其实我在想，可能对于一个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新生命来说，有了一个归宿，希望他们能够像今天这个现场，在这个现场所表现的那样，为自己、为未来、为家庭付出他们自己该负的责任。祝他们幸福。下一对嘉宾和他们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窘境，这对嘉宾就期待一个新的生命到来，但是总是求之不得，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请看。我们俩吧，反正就是在广东的时候打工最有恋爱的，两个人就一直关系都挺好，我婆婆公公他们对我都挺好，当时也没有领结婚证，就想着说，哎，到时候有了孩子再领吧。3年多一直没怀上，一直没怀上，就一块去那个医院检查了一下，问题在我这边。村里边那些人就是说也议论吧，我们俩反正当时压力特别大。直到去年的时候嘛，我公公婆婆对我态度越来越不好，跟我老公说实在不行你们俩就分开吧。我就希望孩子吧以后抱养一个或者怎么样也行，这块现在主要就看他意思，反正我就不想离开他。没有孩子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吗？这个问题可能会拷问很多处在这种尴尬境地里的夫妻，可是他们只是一对情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有请。男主人公徐子阳，29岁，来自河南，电子配件工人，年收入3万。女主人公刘小艺，29岁，来自河南，导购员，年收入2万。来有请，有请两位。欢迎你。你们俩认识到现在多少年？8年多了。哦，8年多了哈。对。没领结婚证是不是？因为当时嘛，在我们村里边，因为就是那么一个习俗吧，都是摆点酒席。就算是结婚了。就是大家就认可了。对。那一般什么时候领结婚证呢？那时候就想着有了小孩以后再领。是那么想的。哎呀，哪想到这孩子迟迟不来哈。对。你家里兄弟哥几个呀？就我一个。那压力一定很大哈。相当大，因为我爸妈，因为他们的年龄就是一天天的老去，他们希望我有一个孩子。但是我一直不能如愿。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内疚？他这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什么时候发现就是是你的问题不能生育？那个一直没怀上，一直没怀上，但是就嫌呢。怎么回事或者怎么的哈，要不就说去那个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就跟他，然后他爸妈那时候都一块儿去，然后去就是我们那儿那个就是市医院嘛，反正在我们那儿应该算是最好的医院吧，去检查了一下，然后人家就问题就出现在我这一块儿，就是那个反正就是说什么输卵管不通吧，那时候开了好多那个药让我回去吃，然后但是信心都挺大的，因为我一直到他们家以后他爸妈对我都挺好的，他们家就他一个嘛，也没闺女，就拿我当亲闺女。等于那个他的父母还特喜欢你。对对，开始回来他妈有时候都给我熬药啊，那个他说没事没事，反正那时候信心都特别大，都我自己信心更大，你知道吗？喝了应该有1年多，反正没有起效。是不是随着这个问题的不能够实现，发现关系越来越僵？对，反正现在就是因为他爸妈就是因为治了有几年嘛哈，应该也就3年，可能老人心里边应该又有点承受不了，然后就私底下跟他说，就这块你们俩怎么怎么的，但是他有时候给我流露出那么一点儿，你说谁家不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心里听着也挺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就是从去年的时候，去年来到就去那个北京打工嘛，就也没很少回去，一般都不回去。是不是现在这个你父母希望你们俩分开？我们到北京以后呢，他基本上每天
反正不每天吧，就隔个一两天吧，他就给我打电话。啊。哎，他意思吧，就是说想催着回去，就是了结一下，看是不是能了结一下这个事情。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父母难受归父母难受，那是父母的一个想，你怎么想的？我现在吧，我就感觉我特别迷茫，就是一边就是我的父母，一边是我哎我妻子，感觉就像是自己站在一个交叉口一样。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分手的话，你父母就放不过你是吧？对对对，就是断绝那个父子关系了，那些都说过。但是你心里对他挺重的是吧？说实话，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自由恋爱结婚的，说实话现在我真的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现在我特别苦。父母他们对领养这个事儿也不认可是吧？对对，因为我们当时也商量过是不是帮我养一个孩子，但是家里边就是说属于村里边比较传统一点，他们接受不了。你自己接受这种方式吗？怎么说呢？说实话，现在我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你能接受？我可以接受。他好像真的很爱你哦。对，因为我们在一起都8年了嘛，感情也在那儿翻着。感受得到你们俩都是特别善良的人，而且你们爱得那么深啊。他说他现在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父母，一边是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有那种迷茫吗？因为这段时间一直没治疗，我就想着还是有机会的，对吧？就是说我也想以后尝试，就像他们说的那个，到那个大的医院吧，在那个治疗就什么的，我就是有自己的孩子最好，没有的话我想就现在领养一个，我觉得跟那亲生的没什么区别。真的，在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出现过放弃你们这段感情的念头？没有。如果他选择了他父母那边跟你分开的话，你能接受吗？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我都没想过那个问题。这可怎么办呢？一对相爱的人因为这样的问题情感面临着很大的冲突，我们的专家老师有什么样的高招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真心丘比特问卷。许秀刚，你面朝这边，面朝这边，闭上眼睛。此时此刻你的妻子正在产房里面生产，这个时候大夫急匆匆地跑过来跟你说你的妻子难产，大人小孩只能保一个，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立即回答。好，不用回答了，面朝着你老婆。其实坦率地说，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的人是很难够理会到在农村当中没有孩子，那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嘲弄或者什么样的影响。但是确确实实是随着现在这种社会的人文文化，孩子不能陪你们走过一辈子，真正能够陪你们走过一辈子还是彼此。坦率的来说，刚才男嘉宾说他很迷茫是吧，但是你是在动摇，在这种大是大非上你根本没有你的坚守。我刚才为什么让你闭上眼睛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让诸位的眼光来促使你做某些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你竟然迟疑。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是真爱自己的老婆的人，根本讲都不用想，肯定是保大人。这个东西毫无疑问是一定的，你只要迟疑一下，就是我就怀疑你的爱情。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跟你还没有相处过的孩子，以及和你8年跟你每天在一起相处的这样的一种最心爱的人，你竟然都不要。不是，也许你现在这个问题我当时听的不是太理解的不是太。那你现在说，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保大人保孩子。因为你说了一次了，如果我再跟着说的话，你感觉我好像很想太多了。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很简单的人，你想的太多了。涂老师，这个话的意思实际就是想要激发你内心最本真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个爱情是不是就是那么牢固，我足以抗拒很多的东西。黄老师，哪有女人不想要孩子的呢？其实最痛苦的人会是你爸妈吗？会是你吗？最痛苦的人应该是你妻子才对吧？她不仅可能一生都没有孩子，
他可能如果按你这样的文化观，他可能一生都要单身了。所以为什么最痛苦的人不能被慰藉？又不是他的错，这必须拿来讨论，他是否应该被放弃。我想跟电视机前看电视的男人们说，因为你们是男人，你们不大能理解，在婚姻关系中或者在未来的传承延续中，女人必须十月怀胎，每一天都面临生命危险。到现在你们去看看医学数字，仍然有多少女性因为生孩子而丢掉性命。就算孩子出生了，这个女人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她的皮肤不再那么紧绷了，她的身材变异了，她的工作再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了，因为她要承担母亲的责任。所以我想大家思考的是，你作为一个丈夫，在这个问题上你有没有资格理直气壮？你可以选择放弃她，如果你要那个孩子我不会谴责你，但是不要以依然爱她这样的名义在那里徘徊踌躇，让他每一天都提着心像犯罪一样等待你们的裁判。他没有罪，应该向所有的母亲致敬，应该向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致敬。说的虽然很动容，虽然很动情，但是面对文化的现实和传承的现实的时候，你就要面对这些问题。我就特别想听听万峰老师，因为万峰老师在很极致那些环境里待过，您的人生经历很丰富。现在村里面这个孩子会不会压力非常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也感到很悲哀的。姑娘，你现在想想，你现在很尴尬，民俗上说，民风上说你结婚了，法律上又没领证，又不承认，但是你现在很难呢。特别你婆婆已经不高兴了是吧？医学上就有这么一条吗？哪怕你现在有可能怀孕，但是就因为你精神紧张心理紧张，你就是怀不了。也许如果婆婆说，哎，没关系，不生就不生，我的媳妇儿还是要，你们俩小两口好好过，你完全放松了，说不定哪天吧唧就来一个。怎么办？其实万峰老师给出的思路是先放下心里的包袱。也许你的身体已经好了，但是你的心理影响。第二个怎么办？其实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面对。刚才老师们给你们分析的就是说，我们都理解你们有这样的压力，但是压力这么大，自己还给自己那么多压力的时候，反而更痛苦。听听其他朋友们的意见吧。来，踏浪旁观者清。今天来的是谁呀？我表妹。啊，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姐夫呢，他为人比较老实，比较平和，之前对我姐也特别好，在别人眼中呢，他们绝对是一对模范的夫妻。但是呢，由于这个小小的问题，可能现在他们之间的感情有点动摇了。我姐现在她既要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而且还得去吃药呀、打针呀，她真的很不易。我觉得即使说没有孩子，我也希望你能够给我姐一个幸福的家。这位是？我是南方的表哥。您什么意见啊？我今天来代表我舅妈，她老人家的意见就是希望他俩分手啊，趁着儿子还年轻，得抓紧时间找一个会生的，在他有生之年能抱到孙子，是他最大的希望。你是传话的是吧？对。哎，孩子，你是做哥的哈？对对对。你希望他们分手吗？我希望他们分手。理由？因为现在吧，就是说从治疗到现在已经有3年。兄弟啊，别人都能动摇这事儿，你真不能动摇。你要动摇，其实毁根基的。其实我现在说说我们俩的，单说我们俩的感情，我可以对着所有观众说我爱他。我就这么说吧，你女朋友就是不生了，你娶不娶她吧？生不了了。不是，就是说她就生不了了。不生的话，我也依然可以跟他在一起，我依然爱他。啊，行了。但是，就是我。怎么着？你打算找人给你生一个？不是，现在不是我自个儿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因为， okay. 我还得要我不可能要不要我家里人。城市和农村真的是不一样，他的压力很大。就是说，很多情况之下，他们之间就即使没有孩子，爱情一定是还在。但如果在农村没有孩子，可能婚姻就真不存在。周围人的口舌、那些观念等等等等，都会淹没你，都会淹死。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认为如果这个
丈夫依然爱着妻子，妻子更好地行使自己作为妻子、作为儿媳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对自己婆婆更好，对两位老人更好，能够弥补他们对于孩子没有孩子这样的一个不足，最终是能够感化他们。来，我们进入黄金六十秒。老婆，其实我现在我心里很纠结，其实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一方面是我的父母，一方面是你，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走在一起。我就觉得，就是说既然两个人当初选择在一块儿，也不是说就因为生孩子，对吧？刚开始肯定都不这么想，既然问题到这块儿了，就是说我就希望我婆婆那个他们能看到点事以后，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就让时间那个平淡一点，然后就完了再看看吧。要是以后自己能生，就自己能生的话最好，要不能生的话，我就会去说服我婆婆公公，就最好能领养一个。但是我老公，我是爱他的，我没想过我们俩分开，从来没有想过。好了，都不想分开是吧？刚才听专家这么说，我现在心里稍微有点动摇，我希望再给他一点时间吧。回去吧，站上去吧。别把自己弄得像个悲情人物似的，来，请关门。人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被观念左右，而且我觉得即使是在开明的城市，真的一个家庭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两个人都会特别的难过，特别的纠结，这大概是人最本性的一些东西。你们觉得他们该继续吗？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来，请表决。好，现场85%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把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他们应该订婚，好好的走。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来，5 4 3 2 1，请开门。5 4 3 2 1，请开门。来，小伙子，真的就一辈子了啊！其实刚才我在屋里我想的时候，我认真考虑了，我觉得我感觉我特别的难受，特别自私，有时候也感觉。哇，真棒！来，有时候我真恨我自己。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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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么检讨啊，这样就挺好的。来，订婚钻戒啊，今天重新结婚。不管发生什么都愿意在一起，不离弃。谢谢你们啊，来，老婆，我决定了，以后不管以后的路多么难走，我决定我陪着你，我相信我有能力处理好所有一切，相信我。太棒了，太棒了！我们要感谢千金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哈。同时我们要感谢心灵音乐手机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荷塘系列手机，送给你吧。啊，你这男人太好了，来拿着吧，真的能做到哈？是不是真的能做到？相信他啊，我相信真能做到哈。真的，小伙子行吗？我一直都挺相信他。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再给他一些掌声吧，太不容易了，这个。表达他的言，陈哥，你作为家长，你要支持他们。还敢表哥真的在支持他们吧？谢谢你啊，谢谢啊，祝福你们啊！我相信就你这样的善良的心，一定会有特别幸福的生活，好日子还在后面，好吗？谢主持人，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请回。其实真的挺开心的。当小许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甚至他自责地说
也许我自私了，我觉得在那一刻他真的是人性最善的最光辉的那个东西都被暴露出来了。我相信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压力和困难，希望像表哥这样的人，像表妹那样的人可以支持他们，至少你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宽松的氛围，他们会幸福的。掌声再一次的送给他们好吗？我们祝他们幸福。你在这个现场总是能看到爱的真爱的深，有的时候你看到在游戏与爱情。接下来的事情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形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场游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太不负责任了。在他们上场之前要特别感谢金立音乐手机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对，不确切地说这几个游戏与爱情的人，他们应该怎么面对他们现在尴尬的境地。来，请看大屏。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的天一，已经跟他表白了，因为原来这个兄弟的义气我也就放弃了。感情一直都很好，然后我也见过他父母，他也见过我父母。自从我老家回来，然后他就写我家偏僻贫穷，他就为这事一直跟我争吵。最严重的意思就是我喝点酒或者把东西全都砸了，但是他就跟我说我们分手吧，他也就走了。当时我就劝小梅，我说要不然你就跟他分手得了，然后我可以把幸福给你，然后咱俩可以在一块儿。然后我一开始我也挺生气，但后来想一想没必要，比如说他们两个幸福欢乐我也会祝福他们。我俩相处了大概一个多月，将近两月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怀孕了。你后来找我说小梅不见了，她说小梅怀孕了，然后说孩子可能有可能是我的。然后我就一直想把这事儿给搞清楚了。然后我就想啊，天一，然后我，然后小梅，我们三坐一块儿都聊聊，把这事儿给了了，别一直这样拖着，弄得大家都干着急。我看到了观众脸上的一些惊愕表情哈，有了孩子却不知道是谁的。他们确实需要谈一谈，确实需要梳理梳理了。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啊，一对男嘉宾哈，马天一，24岁，来自甘肃平面设计本科，年薪5万；李华，24岁，来自河北无业本科。来，有请两位。看你们俩应该怎么站哈，在他没上来之前，李华先站这边好吧，这样咱们清晰一些哈。你们俩以前认识吗？校友。校友。对。谁是小梅的前男友？我是。小马是前男友。对啊。李华是可以说现在吧。现男友。对。什么时候跟小梅分的手？4月中旬吧。四月中旬分的手。对。啊。然后你就很快的就跟小梅又好上了。对。现在小梅怀孕了，不知道孩子是你们俩谁的。是啊，是哈。你小马跟小梅谈了多久？3年多吧。谈了3年多。是的。他跟你分了手，马上就跟他好了。我跟小梅分手的时候，他说在跟我分手前半个月前，然后他就跟他有来往。哦，这个小梅是你们同时认识的吗？是。是谁先表白的？我。你先表白的。对。那个时候你们哥俩关系好吗？那时候还好，等于是好朋友。对，但现在没有亲戚可谈，我跟他。你们是一起认识的小梅是吧？对，等于是大家一起吃饭还是玩是吧？是一个同学聚会。你当时喜欢小梅吗？当时只是觉得她还不错，只是有一点好感。啊，有好感。对，小马就特喜欢是吧？对，然后我就给他有事没事发短信问候一下他。啊。然后就过了有1个多月吧，就在一起了。那你们还在一起玩吗？
是啊，本来我们关系都不错嘛，然后他俩已经好上了，我就说就出吧。你也追过是吧？没追过，我没追过，干嘛有追来着？哦，想追啊。对，然后他俩已经好上，那就算了。你什么时候又想介入了呢？今年，因为小梅去他家嘛。小梅去了他家。对。回来之后，然后他一直吵架，然后小梅就有时候找我诉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人跟小梅不行，然后我就那个嘛。小马这个谈了三年多。对。去你们家怎么就吵架了呢？开始这个发生了什么？就是我家那边是在甘肃那边一个山村里面，在偏僻，然后家里情况也不是很好。回到北京之后，他就给他们老家他妈给说了，说我们老家那边情况，然后他妈就反对，然后我们就争吵架。然后我就是有时候还砸点东西什么的。争吵架。对。但是也没确切的说我们分手。没有。然后他就跟他又好上了，是吧？对。今天这个李华来是什么目的？因为现在小妹她怀孕之后，然后她就走了嘛。然后你说如果她一个怀孕的人在外面出点什么事的话，那么她肯定是责任是在我吧。这孩子是你的吗？不知道。是你的？不清楚。不清楚啊。行，你是担心小梅出事，所以你来这儿。她要是出事的话，这责任再说我年龄我也不大，这责任我负不起。对，所以你希望找到他说清楚。对啊，说清楚。小婉你呢？我希望小明能再次回到我身边。再次回到你身边。你并不在乎，你并不在乎说孩子是谁的是吧？不在乎。那这个孩子如果他回到你身边了怎么办呢？我尊重他的选择啊。如果他说要生下来啊，就是他说要打电话支持他，就不管是谁的是吧？对，反正你都尊重他的。对，只要他回来你是爱他的，你不介意这些是吧？我不介意啊。小李呢？啊，我说他真是圣人。别给我装，听没有？我肯定，我介意啊，因为我家里我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不可能说这儿子他生下来不清不白的，我不可能。如果说这儿子他不是我的，然后我养了一辈子，哦，这么大一个帽子他扣我头上了，你是不是特恨他？啊，你是觉得他把你女朋友抢走了是吧？不是这个啊，我是恨他为什么接触这种事要逃避。你觉得他在逃避啊？对。他怎么逃避？他在推卸责任。小梅现在是怀孕了啊，在小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合适吗？因为那天去医院检查，然后说怀孕了，然后谁陪着去的？我陪他去的。哦。然后我就马上跟我妈妈打电话嘛，然后我妈说既然怀孕了那就回来把这事儿给办了嘛。但是我把这件事跟小梅说之后，然后小梅她就表现的并不是很那个，然后我就觉得这孩子他有问题，然后之后我就出去了。是你觉得有问题？对。啊。然后之后我就出去了一下，我出去我回来之后小梅她就不见了啊，然后我打电话发短信她都不接也不回。所以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事就跟我妈说了，然后我妈就说既然这孩子他不太清白，那么这孩子你可以陪他去打掉咱可以陪他去打掉，然后跟他分手。这是你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也有我妈的意思，也有一点我的意思。现在包括我妈那边也，你别老拿你妈说话，就说你自己。那现在只能分手了。这天一是不管怎么着都必须就一辈子了是吧？对，只要他愿意能回到我身边。只要他愿意。对。提个要求行吗？你们俩站在一起的时候不许动手可以吗？来站过去吧李华。你们所说的一切小梅都在听啊。小梅自己是什么态度？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来有请小梅。小梅24岁，来自山东，电脑销售本科，年薪2万。来有请。这就是小梅哈。听了他们俩说的，你有什么想法吗？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你知道吗？不知道。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孩子是谁的你都不知道啊？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姑娘，你这时候哭没用，你得回答我的问题，让专家老师听听啊，他们好帮你出主意啊。就是喜欢小马还是喜欢小李啊？喜欢李华。喜欢李华，不喜欢小马。不喜欢小马怎么跟他谈了3年多呢？
是怎么回事啊？你这胳膊被我给烫的。你拿什么烫的呀？用烟烫的。你拿烟烫自己干嘛呀？这孩子为什么呀？我养母对我不好。你养母对你不好，你生母呢？生母不要我了。生母不要你了？对。小马，在去你们家之前，你们俩感情好吗？很好。很好。对。就是去了你家之后，感情才不好的。对。那你能跟小马做个解释，为什么吗？因为我妈不同意。哪个妈不同意啊？我亲妈不同意。亲妈不是不要你了吗？她把我送给我舅舅。哦，她把你送给你舅舅了。对。等于你现在要结婚了，你亲妈出来说不同意了。对。那你心里爱不爱小马啊？爱他吗？不好回答，还是没法回答，还是不知道。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不是，你知道这孩子是谁的目的是什么呀？如果不是李华的，他会跟我在一起吗？你刚才没听见他说呀？就这孩子是必须要做掉的，是吧，李华？就不管是谁的，对，这孩子都做掉。对，做掉之后分手。对，没资格这么做决定。他还觉得那孩子是他的呢，他怕那个孩子如果是他的，他不丢一孩子，是这意思吧，兄弟？他没错。啊，是吧？那你也不能动手啊。你说你的想法，你们各说各的想法。哎，小梅，把头抬起来，你听他们的想法呀，你得。你说你的想法，说给他听，然后你说你的想法。现在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孩子是谁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咱俩都要分手了，你管他孩子是谁的，你打掉就行了嘛。那你当初对我承诺呢？当初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子。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没办法，我妈不让我跟你在一块儿，我能怎么办？你妈，你跟你妈过去啊。对不起，我要做一个教干嘛男什么小梅啊？公平吗？好受吗这样？对小梅公平吗？不公平，是我也知道不公平。别说了，克制一下情绪好不好？啊，知道你心疼他哈，你就发表你的意见，就给他听就行了吗？现在我真的很难选择，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我爱的女人。俗话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我选择孝。小梅，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的。现在一样，永远都是一样。哎呀。痴情男孩啊，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们的看法。来，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同样是因为孩子，一个缩头乌龟，是吧？一个热血汉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是比较挺小马的。小马，你看着我。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要批评你。你说你对他吼声那么大，你很义愤填膺，但当初为什么你不能好好的保护他呢？你这个人比较刚性，勇于担当，但同时你容易用愤怒来蒙蔽自己的双眼，来忽视你所爱的人所受到的伤害。你砸东西，你因为他去了你们家一趟，然后父母反对，你就离开了他，但是你却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个人钻了你的空子。三角恋这个关系很复杂，有一个爱上两个的，也有两个爱上一个的，还有 A 爱上 B，B 爱上 C，C 又爱 A 的。我就不知道你们是属于哪一种。这个事情最大的悲哀之处在于，要靠孩子的血缘关系来归属于你们将来的出入，这一点很悲哀。所以现在关键是在于你。所以今天到这儿来，你首先得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确定的想法，否则的话，这两个男人是拿你没办法的。孩子也拿你没办法，现在孩子和两个男人都看着你。老实说，我不是太喜欢小梅，我觉得小梅离开小马不就嫌贫爱富吗？在某个角度上来讲，李华家里的经济条件要比小马经济条件好得多。是还是不是啊？是哈，好。对，所以说谁更爱你，我觉得全部的观众都看出来哪个是更爱你的人，然后谁先来谁后到，这个也很清楚。那为什么在没去别人家之前是相爱的？
回来以后还拿个妈，都已经抛弃你的妈来做什么挡箭牌？自己不想过苦日子，那就分呗。但是干嘛跟两个男人同时间纠缠不清呢？我老实说实话，我要是李华的妈，我也不会让他娶你的。我怎么知道你看上的是我家的钱呀，还是看上了我儿子这个人呢？你觉得保障你幸福的是什么呢？是物质吗？所以我觉得小梅这一点来讲，对你来讲是幸运的。第一个幸运是你的孩子才两个月，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第二个幸运是在这个孩子出世之前你就看清了你准备去跟随的那个男人他到底有多少当当。真的，我劝你一句，擦亮眼睛，找真正爱你的人携手共度哪怕是更艰苦的人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小梅很幸运啊，说还有小马这么一个垫底的，但是我恰恰提醒你是，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最希望你要做到的就是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应该以这种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生活，而不是这样。万老师，就是说我就是想通过这个事例再一次的呼吁年轻人，要懂得负责任，要懂得爱护，要懂得保护自己。我说这姑娘，你这个你现在应该吸取深刻的教训了，学聪明一点，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小梅，作为一个女人，你现在正是在最难抉择和最危难的时候，真正的爱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那么哪个是雪中送炭，哪个是锦上添花，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对你的建议是，如果你考虑和小马能够再在一起，孩子生下来；如果你觉得你跟小马不能够在一起，把孩子拿掉，重新开始自己崭新的人生。我想问一下小马，你在不介意不介意孩子一定不是你的，还是是你的？介意吗？只要他能回到我身边，我不会介意。你不在乎孩子是谁的是吧？你就愿意跟他一起去抚养这个孩子是吗？哪怕他是李华的，你也愿意吗？只要他愿意生下来。好了，这李华你可以下去了，下去歇着。你就这么让他跑了？他是你还要他干嘛？你还要他在这干嘛？干嘛？而且刚才你们注意到细节没有？在小梅上来之后，这个李华是一直是正眼都没有看小梅。不是，我就特别奇怪，你为什么不听听孩子的一些说法和想法呢？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怎么着，小伙子还愿意上来说点什么吗？你要愿意，我们就欢迎你来。你刚才走是为什么走？是觉得大家误解你了？你有话没有表达清楚还是什么？没有。啊？没有。挺好。那你上来想说什么？我现在我站在这儿，我就想说一句，小梅，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我没有理由去选择了，别那么虚伪，我没有办法去选择，是向他道歉的是吧？一方面向他道歉，还有就是。分手吧，就好。如果说你孩子你想要去打掉的话，我陪你去打掉，这都无所谓。但是还是分手吧。我们来听一听小马妈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来吧，踏浪旁观者清。来，我们接近马阿姨的电话。喂，你好。好。儿子的女朋友您见过吗？我见过。喜欢吗？是款喜欢啊。啊，要是您儿子把他娶回家，您愿意吗？我愿意，只要他们两个过得好，我就愿意。啊，愿意哈。这个现在您儿子的女朋友出了一些小麻烦哈。什么麻烦？他跟您儿子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跟其他的这个男孩子呢也有一些交往，这个做妈妈的介意吗？哎呀，我也没介意，只要他过得好嘛，他投人我就投人嘛。只要他过得好，您都祝福是吗？是。好，谢谢您。好。嘿。小梅站好好吗？咱们一起来，已经道完歉了是吧？还有什么话要跟小梅说没有？没有，真的可以离场，这个时候可以去休息了。谢谢，谢谢。
小梅，你看到了很多在这个现场，对比有的时候是比较有冲击力的，但是对比有的时候会让有些人也受伤。其实都是三个受伤的孩子，你们太糊涂了，是不是非要在两个男人当中选择一个，问问自己的心，还是说我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重新开始我的情感生活。李华其实她做了一个自我的选择，是选择离开，而小马现在还留下来。那接下来的黄金六十秒将留给你们，来，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小马，一切的事情我对你说声对不起，我可请你原谅我，再次回到我的身边。我不管一切发生什么事，以后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不离不弃，永远。小梅，如果你爱的人不是他，请你告诉他呀，跟他有话说吗？没有是吗？没有任何话跟小马说是吗？好，他的表白是哭泣和无言。两位请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好吗？谢谢你。警官们，至少他们之间糊涂的爱再一次的要让我们做一个提醒，请不要随意的发生性行为，如果发生性行为的话，请一定注意使用安全措施，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所有的人。其实今天看到这儿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挺难过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是三个年轻人在情感道路上面犯了一些错误，小马难道真的就没错吗？如果小马没错，为什么会说对不起呢？相信在他们的情感，他跟小梅的情感当中也有一些伤害到了小梅的地方，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不是真心的去付出一段爱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开始呢？来，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希望小梅今天可以订婚的你们就选择订婚，觉得她其实应该冷静下来重新开始生活，而不是考虑这两个男人的，就选择分手。来，请各位表决。现场69.57%的观众朋友选择了希望小梅能够离开这两个男人独立的去生活。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来，5 4 3 2 1，请开门。5 4 3 2 1，请开门。面对镜头啊，小马，跟小梅说再见吧。我觉得她的选择还是挺理智的，对你对她可能都挺负责任，坚定信心嘛。再见。啊，再见。谢谢你，祝幸福。走。这样的结局。也许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我们希望小梅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来。我们希望小李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面学会担当，或者叫承担。我们希望小马能够珍爱他身边的女人。所有的感情的背后都藏着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看透一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去分享彼此的想法，帮助那些在困境中的人看到一些什么。在这里要感谢金立手机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还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开动了一个手机互动的环节，只要你发手机短信给我们，就有可能获得由金立音乐手机提供的荷塘系列手机一部。最后要说的是，愿所有有情人都能够幸福，希望每一个人都承担自己该承担的对于爱的责任，开心快乐。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下期节目。